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那他就大了。叶星墨，你傻了吗？好来找死！唐太监，你不能死！叶星，你对我已经毫不留情。 你要救谁呀？很多人啊，好多好多。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晚，把时间拖在说再见之前，有你浅笑的甜，我的泪之言，听你的话，相信。我既然相信能改变生来的自己，叶星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跟着生去。是你吗？看什么？好看。天门弟子苍穹明祖，努不力拯救苍生，但魔神澹台尽可。你是这世间唯一的神明，也是唯一可以杀死魔神的人。对不起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